PCBA 是 PCB 电路板制造、SMT 贴片等一系列加工制成，其中涉及的环节较多，该如何严格把控每个环节的品质？一分钟带你了解。四 ，DIP 插件加工插件工艺中，对于过波风焊的模具设计是关键点。如何使用模具能够最大化提供过炉之后的良品概率？PE 工程师必须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。五，程序烧制在前期的 DFM 报告中，可以向客户建议在 PCB 上设置一些测试点，目的是为了测试 PCB 及焊接好所有元器件后的 PCBA 电路导通性。如果有条件，可以要求客户提供程序，通过烧录器将程序烧制到主控制 IC 中，就可以更加直观地测试各种触控动作所带来的功能变化，以此检验整块 PCBA 的功能完整性。六 ，PCBA 板测试对于有 PCBA 测试要求的订单，主要进行的测试内容包含 ICT、FCT、老化测试、温湿度测试、跌落测试等，具体根据客户的测试方案操作，并汇总报告数据即可。